当中，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声音，来自新加坡的歌手阿杜。谢谢夸奖。而且，阿杜，等等，我很少听你唱别人，听你唱别人的歌。哦，今天第一首居然带来别人的歌，而且是姜育恒姜大哥的歌。对对，因为这首歌，之前我也蛮喜欢这首歌曲的。现在那么多女人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你，现在有没有多一点的女的朋友？有没有啦？其实就是等一下，有还是没有？有朋友，就是陆陆续续朋友介绍，有蛮多。你跟二姐到底怎么回事？江蕙没什么回事。那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叫我要跟你合唱？哦，因为我觉得阿芳姐的就是声音唱起这首歌也觉得应该是很好听的。
好，所以我今天要跟你合唱这个歌《梦中的情话》，梦中的情话。Bye.